是吧？哇，直接塞进去哎，好扯！还有新的锅子，两位，干嘛？米饭辣吗？你要不要辣？好，那这里要麻烦你再帮我点几碗面。好，你录一下。这已经最新鲜的，哎，这个只有在这个时间才有哎，你知道，很好，很识货。对啊，哎，对啊。
等一下再讲。哦，因为要给他的是。对啊。这样你受不了那个肉是不是？你说太多肉了吗？但炒一炒就会变好吃啊。对啊，它就会偶尔。如果看到太多肉，你觉得可怕？没有没有。哦。好漂亮。对吧？